新华社2023年2月24日10:47，发稿。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燃放烟花庆祝祖国保卫日。奇怪的是呢，每次他们控评还是比较厉害的，但是这次呢，似乎到处不控评。要等着大家来评论啊。评论：希腊人会说伊斯坦布尔吗？你有骄傲的啥？你有啥骄傲的？自己的城市。这里还有啊。弗拉迪沃斯托克名字叫海参崴。这是把耻辱当荣耀了吗？这个。评论不好说，虽然他不控评，但是越评论越激烈的大家，反正就是这么个事儿吧。我觉得这是新华社希望大家评论，应该是这样。